第二十一题，假设这是垂直发射的模型火箭，请问火箭离地最大的高度为多少公尺？以向上为证。我们从 VT 图上看出来，三秒以后速度就变成负的，表示往下掉。三秒之前是向上冲，所以可以达到最大高度。那么三秒之前的位移就是我能够上升的最大高度。VT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这个面积是一个三角形。三角形的面积的算法是底乘以高除以二。图上可以看出来，我们的底是三，我们的高是四，所以三乘以四除以二就是十二，除以二叫做六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晓得我们的最大高度是6公尺。21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火箭离地最大高度为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,6 公尺。